和田玉的早市，早市地摊儿啊。咱们今天看看这边这个，他们盆里头卖的和田玉都是什么成色啊？这是青海料的，这种观音牌子啊，有青白的啊，还有一些姜白的。里头这里头有鹅料，有青海料。这里头有啥价的呀？这个2000。2000。哦。这个白的多少钱？这个1600。1600，有点姜白啊。46牌子这样的。然后还有这种糖色的啊，鹅糖。这多少钱啊？500。行吧。盆里的啊，不锈钢盆啊。这有青海料，有鹅料啊。啊。这都是青叶的。有青啊，这都是青海料。那这里头价一样吗？这多少钱？有7800，1000多的。人就是吃了每天，还有这种，这种是罗甸料吧，暖色的。这有鹅料，有青海料啊，这是青海料，青海料的这种镂空的观音，这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，这1200。这个鹅料呢？这多少钱？这糖有点姜姜的啊。观音，这个多少钱？1500。有几块一样的。一个料子做的啊，这是灰。行，我知道。这1200的。行吧，这边还有这种青海的这种大扣子，稍微点烟灰啊，这个多少钱？那个600。这个600，平安锁，平安锁，这还有塑料盆儿的。这上边上的有皮子，这也是个青海料吧？这多少钱？这个？那个是新款没打完，那个是2200。白都可以，有鹅料糖白的啊，这种。那。这里头也是，这是鹅料啊。这种色是，这种色是烤的色啊，也是个青海料。这多少钱啊？啊？这种多少钱？那1500。1500呀。行吧。这料子细度都一般啊，都是有些料生生的啊，有些是有浆结构啊，结构会粗糙一些啊。这边还有串串。大哥喜欢给大哥放个肉。这小东西便宜，这咋卖的呀？60一个。那还真不贵啊。说是卖价。卖价。那这价都一样吗？卖价不一样，价格不一样，有80的，还有50的。有。80的，有50的。这个牌子要了20。这个挺便宜啊。
这个贵一点。啊？这是贵一点，这是稍微便宜。这多少钱啊？这八十的。八十。哦、嗯。行吧。对呀、啊。这边稍微大一点。你昨天没找到啊？有人要这个便宜的这个活，这大点的贵一些。啊，相对来说贵。这多少钱？这一百五。一百五。三根。嗯，也是有青点什么的。有鹅料，有青海料。啊，都有。嗯，都有。这也是罗甸料的，嗯，罗甸料上色的，这是鹅料，这个料有点差，有点差。那个贵，那两千八。再往前扯扯。这个观音牌子多少钱？1500。这是啥料？鹅料。鹅料的。嗯，俄罗斯料。哦。行。还有这种黑皮、灰皮，上面上点色，这种俏色的，这多少钱？那个3500。啊？那个贵呀，那个3500。3500呢？这个，行吧。哦。行。这个手把件，这个摆件多少钱？这个1500。料姜姜的，里头有点姜。这个青海料吗？青海料的，有点生生的料的。嗯，大概这个盆里头卖的都是这些料子，都是这些。哎呦，这个竹节多少钱啊？600。600啊。盆儿啊，这儿还有这种仿古的玉璧啊，唐玉的古纹的，这不是古纹，这是乳钉纹。这多少钱啊？350。哦，有点麻糖。我看着还挺周正的。行，这边这个山料青花啊，山料青花，山料青花，这多少钱啊？1280。1280。哦，牌子，肉青，这种底色是个青绿色，青花的。这个烟灰啊，烟灰的观音，这个多少钱？680。这是个，这应该是新疆碧玉的，玛瑙寺碧玉的，这多少钱？这个600。600块。啊，手工雕刻的观音。嗯。哎呀，行吧，盆里头的和田玉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样子。好，今儿就这样吧。